Hello，我还在宁波呢。我在宁波，你看我住的这个地方呢，是一个三江汇合的一个区域。在这个研究区呢，不到30分钟的车程呢，就有一个的 outlet。outlet 里面我就买了这个 Pinocchio 的小木偶的这一个的 T 恤，好可爱的吧？住在这儿呢，就已经有一个多月了。你看我的所有的快递都要寄到过来。我 TU 品牌的这一个闺蜜呢，她直接从上海，她就跑到过来宁波这边探望。她是一个的，哇，diffuser，linen buds，这个是有家的那个，在家，但是又有酒店的那种高级感的味道哦。你知道 TU 呢，是一个集上海一些的年轻有为的设计师的一个品牌，她这里送了一个丝巾给我。哦，这丝巾很特别耶，它是2层的，我喜欢这一个，我现在就可以穿着这个继续开箱。看着，宁波市永聚艺术博物馆的一个礼物哦，看这个是什么？肯定古色古香，果然。这个就可以放茶了。我跟张罗都是非常喜欢喝茶的人，所以这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小茶壶，可以放茶叶在里面。好喜欢，谢谢荣华。这个就是 Jeffin，Jeffin 给我的一个，他新的还没上市的一个服装。哎，我现在可以换了，我从来没穿过这种。哎，要看了就，哎，Jeffin 他还有寄过来这一批。哦，它不是 diffuser，它是蜡烛。他说这一个松松姐就是整个的屋子里面都弥漫着，就是很让你 relax 的一个心情。这个喜欢，非常喜欢，谢谢啊。海棠拍的就是专门给大胸想显小的女孩子们呢，就是一个的选择。这一次呢，又帮我在量身定做了很舒适的无钢圈的一个 bra。只有在这个旁边这边呢，收紧副乳了，然后够高了，就在这呢，不会太过暴露。海棠拍还帮我呢，就是做量身定做，以我的这个尺寸呢，做了一个游泳衣。好喜欢游泳啊，很得体大方的，我就不需要一些很性感啊。那种，但只要是我很可以畅游就很 OK 了。你看我有几个包啊，都用 A Cloud 的。其实我们这几个的，国产的品牌，棒棒的。很好的，用的皮啊，用的料也很好的。嘿，我现在也喜欢这种小包了，但是很仔细做的。还行哦。哦，这个稍微大一点。层层的橘色，哦，这个挂起来这个相机包也好看，它是这个皮带的，嘿嘿，哇，喜欢啊，谢谢 A Cloud。我们再看 TU 小姐姐送给我的这一个的爱马仕哦，它是一个旅行装。TU 的小姐姐，谢谢，这是我经常用了好几十年的一个香水，这个味道。这是留香，而且它是很多层次的一个香味。谢谢 TU 的 Vivian，招商银行茶叶礼盒，椰肉桂，这种袋装真的适合旅行哈。你们闻不到，我替你们闻，浓浓的香味。有看到这个岩茶的颜色吗？很漂亮的铁锈红。三点。小红书。